第十六题，乘十五题，若在木块下方加挂砝码，在砝码下方加挂木块，如右图所示，则杠杆会如何？我们从第十五题就知道，它原来是处于平衡状态，所以原来的木块跟砝码所造成的力矩相互平衡，就抵消掉了，我们就不用管，我们只要管加挂后的结果就可以了。从第十五题的讨论中，我们也知道砝码的重量大于木块的重量，所以现在加挂之后，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质量，而这里的力臂呢也比较大，所以它就加了一个大大的力矩。而这里边的木块的力重量呢比较小，而它力臂呢也比较小，所以它只加了一个小小的力矩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左边所增加的力矩大于右边所增加的力矩，所以会造成我们的左边的力矩的转动，而木块左边的力矩转动会造成逆时钟的转动。所以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如右图所示，则杠杆会如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逆时钟转动。